若千年的光阴轮回里，是否只为寻觅真理？恍若所有思绪烟熄火，是悲泣都只为了你。尘缘似一场烟影，眉目缱绻中飘零，心之所寄皆输赢生而起。前生今生来生与你相遇在每一个梦里，拂袖缓慢牵流影，掌心微光谁眼中倒影，回眸不舍离去，此情为你在心上停起，下一世再与你永不分离。修炼的如何？什么修炼？上回我拿玄天秘籍给你，让你好好修炼飞升。哦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。你完全没当回事。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到底有没有人教过你怎么笑？像我这样，嘴角呢，像元宝一样翘起来。这样笑起来最好看。你还是要好好修炼，别整天玩这些首饰。这些首饰能帮我遮住流星痕吗？我不想要你因为看到他丑丑的样子就讨厌我。你嫌他丑是因为怕我在意？你是不是又怎么样？又没有长你额头上，你当然不在意，而且你又不在意我在不在意。你在意，你明明知道怎么去掉流星痕，我不过是想拿你的浮生琵琶弦去掉我脸上，不，是我元神上的流星痕。你以后不会再被他吓跑了。或许去掉流星痕后，你会安分研读玄天秘籍，早日飞升。是真的看书了啊，但是我就是看不懂，
你这书上画的东一条西一条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还说我呢，这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躺着呢。行行行，起床了。阁主。他真抽了血。是抽了，但没有成功。那就好。什么叫那就好啊？你快说给我听听。抽动琵琶弦等同于抽筋，若是完整抽出琵琶弦，那就是筋脉俱断。没抽成功，当然就不会致命，休养些时日，也能慢慢恢复。致命？怎么会这样？都怪我乱讲话。谢君大人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怎么才能让阁主好起来？我这有没有什么药可以让他不那么痛啊？有是有，不过。不过是什么？我天府宫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你要来我藏书阁借书看，我可开方便之门，但要取走我天府宫的药草宝物，得要付出代价。我有灵雨。你的灵雨？栖鸟族的飞行灵羽艳丽华美，堪比龙鳞，还不宜再生，倒是挺稀罕的。只不过我听说拔灵羽得忍受锥心剧痛，可比抽筋之刑。你这小身板，我看是算了。栖鸟族珍贵的灵羽果然名不虚传，没想到你为了他竟这么能忍，还真怕。这是由勾芒神亲制液如珍珠的三株夜茶，可让万物复苏，对静脉之伤具有奇效，记得让他经常饮用。
不过千万别告诉人是跟我换的，免得其他人找我，我也没有那么多存货了。知道了，星君大人。阁主，喝茶。阁主，昨日您突然昏迷，太乙真人说恐是元神之伤，必须要查出是因何而伤，否则我自有分寸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为何哭丧着脸？对不起阁主，都怪我乱讲话，还得去抽琵琶弦，我不知道会伤你元神，让你手抽筋之痛。你可以罚我，你可以骂我，也可以让我做回你的贴身婢女，让我不吃饭不唱歌都行。不哭了，是我自愿的，我怎能罚你？这么好，你现在还问我为什么？总不能是因为什么吧？因为我喜欢你。喜欢的喜欢，不是逗我闹我的喜欢，从来都是真的喜欢，不是逗你。怎么又哭了？我气我自己，我傻，我笨。你一直都对我那么好，可是我却一直质疑你，无视你，像我这种一无是处的小青鸟，在梦里才配喜欢你这样的人。说呢，他不主动找你，你就主动找他。哪个古人说的？
青青，青青，将军，青青不在。那你进来。帮我把台子上的帕金拿来。是。我这手刚刚涂了桂花膏，不太方便。青青不在，就劳烦你了。这双脚可像女孩的脚，太大声，心跳扑扑通通，痛到震耳欲聋。当夕阳像里的红，和处处的狱卒是女孩的隐私，我不该碰将军的脚。可你已经碰了，这世上只有你跟青青摸过我的脚。继续擦干净。很多人告假回乡娶妻，你不回乡？属下只想保护将军。那也不娶亲？我只想保护将军。
玄玉，这是好兆头。你坐下，一起看。这星玄韵跟我们之前看的一样。我从未见过星玄韵，将军应该是认错人了。我怎么记得有呢？天气寒冷，我去给将军取件衣服。等等，一提到过去的种种，你就岔开话题，是何用意？没有用意，我的职责是保护将军。哎，将军，将军，来来来，你让我查的7年前胡小谷的事儿有信儿了。果然有问题。7年前，到底是谁杀了小金的爹？封家军从未派人去过胡啸谷。太子给的药丸的味道和第一次遇到太子晕倒时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什么味道？好像头好晕。曼洛香，你没有生病，你是中了曼洛香之毒。你不要再碰曼洛香了，它只会暂时缓解你的痛苦，以后会让你更痛苦。是仇恨，爹，一定要记住这些仇恨。你再说一遍。
方辰月虽然没有死，他现在身体必然虚弱。啊，对，你现在灵气大安危，也许去刺杀他，或许还有机会。可是殿下，人多只会引来更多的风家兵，还请殿下让小金一人前去。你一人能行？殿下忘了，小金现在可是方辰月的朋友，朋友的案件才是最难防的。 事不宜迟，速速前去。只是小金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小金此去，不知能否归来，还望能与殿下共饮一杯，以谢多年恩情。好。 动手吧，是韩熙云派你来杀我的吧？什么时候成了他的手下？7年前，我就成为了他的暗卫。韩熙云在战场上以残酷闻名，杀戮百姓连样都不放过。你这7年甘为他的手下，为什么？你别问了，杀了我吧。你来找我，就是想让我杀了你。 是。你别再废话了，动手吧。你为何要一直寻死？ 我为韩熙云卖命多年，早已罪恶滔天。能死在你的手里，是我心之所愿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杀了你。
天太暗了，失了准头。要不要我再杀你一次？小金，小金。你能救他吗？我试试，但不能有其他人在场。好。就怕你脑子不好使，转不出来。你才转不出来呢。打架，人呢？小金中毒了，龙岩在帮他解毒。那我看看去。不开。